哎，皆さん、欢迎来到听霸日常。今天要继续刺客的拓荒哈。那我们现在在第五章，然后上一回呢是把第四个任务解决了哈，就是哈洛加斯的叛徒。那内容是打尼拉塞克嘛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这个第五个任务哈。记忆的试炼就是古代人啊齁 OK 好，那他任务发布人是夸尔凯特齁，就是那个野蛮人佣兵的一个 NPC 齁。那我刚是已经接了啦齁，对，好，那我们稍微喝点精力药水然后就可以出发了齁。要过年了，外面都是鞭炮的声音啊。OK, let's go。 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出发吧。那先到冰河小径。好，我是建议啊齁，如果抗性还可以的话，就尽量维持速度爆发的状态啦齁，去打这样子。因为那个放陷阱啊，攻速啊，移动速度啊什么的齁，都会比较顺手一些齁，会比较顺手一些，打起来比较快啦。你像我们现在放隐散啊，放陷阱就很慢欸，感觉很慢。可是你如果维持速度爆发的话齁，那个因为我们陷阱是吃攻速嘛齁，所以会比较优秀一点齁，打起来会比较顺手啦。但如果抗性不够的话齁，该开隐散还是要开啦齁。哎，开奖嘞 ！OK。哇！烧烧烧！镰刀，山洞，蓝水，特大咒符，好，快跑！我们一样是顺着边边跑哈，就是顺着地图的外侧。那因为它的路口啊都是在外侧啦齁，这就是这几张地图出入口都是在地图的外侧，传点也是。好，那漂泊者洞窟是不是？对，快跑哦！板甲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啥？夸
黄战士，拜拜。OK。这里吗？好，我们到了哈，冰冻太远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一样是往右上，一直往右上走。跑跑跑，用力跑。哎呦，顿了一下呢。刺客还是很方便哈，这是陷阱，放着放着就死光了哈。好，那一样哈，就是走到山壁的位置哈，那我们就。改变一下那个位置，就是往下走，就会看到先祖之路啦。好，那接下来有。接下来就找，哎呦。亚瑞特三巅的门啊，这里 ，OK， 普通啊 ，no， 算了啦，我们不用找船点了啦，哈，直接上吧。我会证明我有多强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古代人哈。那闽南话叫做公骂，对，公骂 ，OK， 好，那就来吧，快跑！谢谢，烧烧烧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没有什么难度啊，真的。顶多就顾一下佣兵，啊，其实不顾也没关系。好嘞，就这样嘞。古代人，简单简单，这样就解决啦。OK， 那
把古代人解决了以后呢，就会直接开启那个最后一个任务哈，就是要去找巴尔聊天。OK 啦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。